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清可注》第566页，566页第三行，课题：执行近似。请看经文：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禅妄虚伪禅取之心。这一段经文接着前面慈和劝进，第二段执行近似，说的是我们求学的态度。经文不多，意思很深很广。我们要怎样学佛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？佛法的利益是开发性的，所学的所得的一切都是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从外来的。要怎样才能契入？这四句经文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禅取之心。印光大师常常教人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诚信就是虚伪禅取的反面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佛来教你，菩萨来教你，都没有用。你所能听到的，顶多只是一些常识而已，皮毛的常识。对于信德
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不能开发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有障碍啊，虚伪假的啊，谄媚委屈，这种观念心态都不能学佛啊，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要重视了。从哪里入门呢？恭敬三宝，奉师师长。如果对师长有怀疑，最好你就不要跟他。为什么？你跟他不但得不到利益，还要遭罪业。对师长轻视，对师长没有信心，甚至还有批评，乃至于恶意批评，这个罪业重啊。戒罪很麻烦的，真正好的善知识，你要去障碍它，你自己不信倒也罢了，你会影响别人。那影响别人呢，对这个老师产生怀疑，失去信心，这就是断人法身慧命。这个因果责任你要承担啊，杀人生命罪不大，断人慧命这个罪可大了。戒经里面说得清楚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恭敬三宝，奉师师长，自谦叫恭，恭的意思，自己谦虚，自己真诚，这都是恭。尊人之德，这是敬。啊，老师智慧比我们高，德行比我们大，阅历比我们广啊，看人看事他看得多，就叫经验丰富啊，我们比不上啊啊，所以对他的智慧啊德能要尊重，这叫要尊重，这叫敬。啊，老师求学，这个学生求学，他能得多少，完全看他对老师真诚恭敬的程度，他有几分真诚恭敬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好的老师啊，真的感叹呢，找不到学生呢。到哪里去找一个真诚恭敬对老师的人？到哪里去找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？老师找学生找不到了，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了。现在是这么个社会，
啊，我自己感觉到自己非常幸运啊，在这个时代还能遇到三位好老师无限的感激，对老师之恩念念不忘啊！啊，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，啊，老师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体会到了，我感恩。啊，如果没有遇到老师，我对于宗教那个误会呀，是没有办法洗干净的。啊，认为宗教是迷信。啊，认为宗教对人类没什么价值。啊，轻视，这怎么能入门？啊，我对于方东美先生非常尊敬，跟他学哲学。啊，在课程里面把佛教介绍给我。啊，我们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我才第一次真正跟佛法接触，不是在寺院。啊，是在他家里。我跟他学，也可以算是得天独厚，无比殊胜的缘分。啊，这个课程是每个星期天，9:30到11:30，2个小时。啊，在老师家里小客厅上课，学生就是我一个人。啊，真正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佛法特别是大乘真实智慧。啊，最高的哲学，哲学到登峰造极，大乘佛法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被他这些话打动了，啊，虚心来探讨，来学习，啊，果然没错，他讲的是真话，啊，这么多年我深深的体会到，啊，不但佛法是高等哲学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佛法是高等科学，大乘佛教的经典，讲科学登峰造极，讲到究竟圆满，讲哲学也如是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总结很简单的，啊，人家问你。佛讲些什么？
我们一句话就解决了。佛对于世间人所讲的叫普世教育啊，对天下一切众生所讲的三桩事情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就讲这三桩。这三桩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相信你一生会过得很幸福很美满。像方老师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的家庭幸福，你的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得到这样的果报啊！啊，这对世间，啊，超世间。禅宗说向上一住，那就是究竟哲学，究竟科学啊，究竟是到圆满了，没有再高的了，这是大乘啊。啊，这个学问是到登峰造极，这怎么回事情？佛告诉我，智慧的相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，本来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大家是平等的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的相啊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德能，我们的相好，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，他不比我们多一分，我们不比他少一分，所以总结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跟他没两样。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差别怎样形成的？啊，天壤之别了，佛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了。不能相比，什么原因？是我们迷失了自信所造成的。自信也叫真心，我们迷了，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心？是妄心。这要知道，这要承认啊，什么叫妄心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叫妄心。你是不是用这个？是啊。睁开眼睛，看外面的色相，立刻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耳听音声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六根对六尘，同时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是妄心的根，
那叫无明烦恼。无明是什么都不明白了，迷了啊，起心动念就迷了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。啊，佛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明了。为什么明了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，他用真心。啊，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真心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佛不起心不动念，圆满回归自性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。菩萨比佛差一等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啊，他虽然是用的妄心，迷失了自心，但是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佛教他的。啊，只要不起心啊，不这个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可以向上提升，提升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么阿罗汉比菩萨又差一等。菩萨不分别不执着，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，比我们强。啊，所以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而且执着非常严重啊，不肯放下，这就造轮回业。轮回业有善有恶啊，善的身口意三业，善与伦理道德这个标准相应的善业，与五戒十善相应啊，所感得的果报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啊，人道、修罗道、天道。那不善呢？不善就是无逆十恶，所感得的是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到这里去了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所生的善恶之感应。啊，这个善恶有感呢，六道轮回就是因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佛说得明白，这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。你看梦中境界好像是真的，醒过来之后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啊，几乎多数人一生没有同样的一个梦，每一次做梦都不一样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才把事实真相呢说明白，说清楚了。只有佛菩萨能说，
觉悟的人能说，用真心的人能说，不能用妄心。用妄心错了啊！我们今天想学佛，目的是想成佛。真正想成佛，头一个条件，不能用妄心。要用真心，啊，真心是什么？真心是如如不动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啊，妄心是动的，妄心就是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有的执着非常坚固，前念跟后念是相同的，好像相虚相，但是怎么同，到这一生寿命尽了，来生再投胎别的地方去了，它就断掉了。啊，它这个控制不住了，要断掉了。这都是现象，事实的现象，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啊，学佛头一个就认识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是真的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纯真。啊，那就差不多快要明心见性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境界？大乘八万四千法门，净土法门也不例外。啊，净土的特殊是靠佛力，不是靠自力，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力成就的。啊，所以它是个特别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靠自力，没有他力，全是自力，所以难啊。凡夫要修行成佛，一世做不到啊，生生世世，大乘教上是无量劫才能修到菩萨的地位。菩萨要修成佛，也要无量劫，不简单呐！我们现在慢慢的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住在十宝土，啊，在十宝土干什么？在十宝图就断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明断了，你才能生十宝图。但是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不好断，习气没有方法断啊，只有不要去理它，时间久了自然断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所以叫无量劫。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在十宝土还要修无量劫。啊，这个无量劫当中，他们是修福修慧，
佛慧圆满成佛了，他修三个二乘期佛慧啊，怎么修复？功夫此地讲的恭敬三宝奉师四长修复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让每一个往生的人程度不齐，有菩萨往生，有声闻缘觉往生，有天人往生，有善人往生，有恶人往生，还有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往生的。程度不齐，根性不齐啊，所以他无明烦恼破了，生十宝土，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有41个等级，通通是化身菩萨啊。虽然等级不一样，在极乐世界所现出来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没有不相同的啊，这是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。用我们容易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，品位是有不齐，但是待遇平等。这个什么待遇呢？最高的待遇就是化身菩萨的待遇，阿惟越致啊，通通是阿惟越致的待遇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啊，没有人敢相信啊！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，哪有凡夫啊，平白能够做到阿惟越致的待遇，这还得了吗？那阿惟越致菩萨，也就是到极乐世界，没功夫，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惟越致的待遇。啊，阿惟越致像佛一样有能力，分身、化身，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。啊，供佛是修福。去听佛讲经，接受佛的教学，这是修慧也啊。他们在极乐世界每天佛慧双修啊，啊，同时能够亲近无量诸佛如来，天天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，所以不要多久他就成佛了。语言太殊胜了，这个语言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阿弥陀佛帮助你的，弥陀的恩德太大了啊！想报弥陀的恩不容易啊，无法报啊。啊，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真报丰恩啊！不能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恩是永远报不了的。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、直接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。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必成正觉。啊，这是
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二愿。啊，十八愿尤其殊胜，十念必生。啊，每一天修十念法，对西方世界不怀疑，有信心。啊，也有愿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条件就能往生。就往生不难了。啊，念佛功夫高下，是你往生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。你功夫深，品位高。啊，功夫差一些，品位低。这个是关于品位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是往生。品位低一点没关系。好在那个地方无量寿啊。那个世界没苦啊。真的是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极乐世界日子很好过。到那边人人是无量寿，有的是时间，从小学一年级念起都没关系。啊，那个地方没有留级的，没有被淘汰的，只是往上提升，提升有快慢不同。有人提升的快，有人提升的慢，啊，决定没有堕落的，没有退转。所以我们要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要不给我们介绍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介绍人大恩人，永远不能忘记。念老引用法华经嘉祥书第二卷，啊，解释亲、孙、威、难为公，这四个字是公的意思。推其至德，这是敬的意思。也说得很好。谦卑恭敬，不仅是对于三宝，对于老师，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谦卑恭敬对待一切人，对待一切事，对待一切万物。这个恭敬奉事是你真做到了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帮助你这个一生决定的事，你要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能不恭敬吗？蚊虫蚂蚁也是众生，蚊虫蚂蚁也是佛。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小动物有都有啊，他迷得比我们还深，所以他堕到地狱去了。我们比他轻一点，如果我们迷惑要严重，来生就变成畜生道了，变成恶鬼道了。恶鬼比畜生还不如，
啊，地狱是最苦。啊，所以谦虚恭敬对自己决定有利益，因为你恭敬别人，别人恭敬你；你称赞别人，别人称赞你。啊，一定要修啊，这是心德，自信本有的德相。那下面叫三宝，一切之佛土，佛宝也，佛土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未来数不清的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，每一尊佛都在教化众生啊，教化一方，那一方众生跟他有缘，他到那个地方实现佛身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啊，你看几乎在同一个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中国人尊重圣贤，对圣贤人恭敬的佛菩萨在中国呢，就现圣贤身而为说法。啊，印度人仰慕佛菩萨、阿罗汉，佛在印度呢，就现佛菩萨身、罗汉身而为说法。教学要懂得顺众生啊，众生在过去生中学过，阿赖耶识里头有印象啊，顺着他容易教啊，不顺他教学就困难啊，所以佛法它一定出现在印度，然后从印度慢慢向四面八方去弘传啊，这些弟子们传法2000年前传到中国啊，这些我们都应当要知道啊，这是佛宝。佛所说的教法，法宝也。啊，这第二讲法宝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定要看清楚他一生干的什么事业，他一生所做的事业是教学，他的身份是个教师，是一位老师啊，30岁开悟啊，19岁出家，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弃求学啊，印度那些宗教那些哲学不学了，放弃了，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开悟了啊，放弃所学是放下所执障，
你看佛讲二障，两种障障碍我们的自信，不能明心见性。现在他把两种障碍都放下了，到菩提树下入定，夜读明心，大彻道悟，叫明心见性。见性就成佛了，成佛就无所不通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。怎么通的？自己通的。这就是其意自见啊，没有人教他。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现在我们把它编成为大藏经啊，大藏经里面所说的，我估计顶多三分之一，佛所说的啊，还有三分之二没有传下来，传到中国来，充其量三分之一啊，三分之一够了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过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明白这一句话，问题解决了啊！尤其是佛法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是佛法教学的理念。你无量法门，你只能学一门，你不能学两门，两门就进不去了，一门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全通了啊？为什么？慧能大师给我们透了信息，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原来万法就是宇宙啊，全宇宙啊，一样也没有漏掉啊！啊，圆满的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自信生的，自信能生，万法所生。所以，只要你见性，性所生的万法，没有一个你不知道，你全知道。要不要学？不需要学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告诉我们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你要肯定，见心自然全都明白了。啊，不可能见性还有一桩两桩事情还不知道的，决定不可能，那没有见性。啊，所以佛所说的一切见，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。我们能不能理解？不能。我们所理解的只是自己妄想里头相应的一小部分。啊，真正理解呢？真正理解要见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要求的是你明心见性，这才算毕业。啊，宗门也叫开悟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悟真的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。啊，明心见性是彻悟，成佛了。大悟是菩萨，小悟是阿罗汉。啊，所以学佛这一生，纵然不能彻悟，大悟跟小悟是肯定有分，特
别是小悟，啊，在中国的2000年，佛法是公元67年传到中国来的，啊，2067就满2000年，啊，快到2000了，很接近了，啊，这两千年，帮助中国人大彻大悟的，我估计大概有3000人大彻大悟。那大悟小悟啊，不计其数啊，太多了。啊，悟有顿悟，有见悟，顿悟的少。在中国只看到慧能大师一个，在印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这属于顿悟。啊，他在很短的时间，甚至于一两句话，他开悟。啊，没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，甚至短时间的学习都没有。他学习学的时间只几个小时而已，他就开悟。啊，见悟的人多，学3年5年开悟的，10年8年开悟的，啊，20-30年开悟的，40-50年开悟的都有，在历史上例子很多。啊，要以开悟为目标啊！啊，怎么样能开悟？要把烦恼放下，烦恼把你的悟门堵死了。现在首先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把烦恼如何把它离开。啊，没有烦恼的障碍就开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，你看，19岁。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下所知障，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，教我们怎样走通开悟这条道路啊，练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，练什么呢？先练不执着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执着了，再提升一级不分别。不执着是阿罗汉的，不分别是菩萨。最后再练不起心不动念。不练不行啊！啊，眼怎么练？在色尘里头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佛，完全是真心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中等功夫，菩萨。啊，像阿罗汉小乘，他还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执着放下了。啊，我们六道凡夫，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现行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啊，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习气很重啊，不需要提醒，自自然然它就冒出来了。那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
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真心啊！真心是真正的清净心，经上所说的啊，这叫真用功啊。我们净宗用什么方法？净土宗用这个三经一论，让我们明白事实真相，生起信愿，生起支持名号，这种修行方法啊，真正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学什么？学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而且怎么样？样样清楚，不是迷惑。迷惑那是愚痴，那是严重的烦恼。哎，很清楚，很明了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这是菩萨啊，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小乘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执着来的。执着断掉了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。为什么？知道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包括这个身体，身体不是人的，身体不是我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我不喜欢我就把它脱掉换一件啊，它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要搞清楚啊。啊，这个要搞清楚了，对于身体生死就不留念了，不放在心上了。啊，有这个身体很好，没有这个身体换一个。他知道人没有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生命是永恒的。自信就真心，不生不灭。这生有生有灭了。有生有灭都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要修那个不生不灭的真身呢，真心呢，这个妄心、假身呢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。啊，不要去把老是念着它。啊，念着它，对它起贪心。这就是造作轮回业，你很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啊，知道它是假的，不当真，离开轮回容易啊。啊，是佛陀所教的，都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法宝，随其教法而修业者，生报也。啊，生。本来的意思是团体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，就称之为生。啊，僧团，不管在家出家，在家居士四个人在一起，依照六合进去修行，也是一个僧团。啊，出家人不依六合进，那是假僧团，不是真的。这些道理都要懂得。
都要明了。啊，随顺佛陀的教诲。啊，修学完全靠个人，啊，老师重要，没有老师自己修很困难，非常困难，你找不到门路，啊，有老师指导，对老师真诚恭敬，老师所教给你的你都能体会，你都能感受到，真诚恭敬到极处，老师没有说那个真实意义，你就悟出来了。为什么？真诚跟真心相通，真心里面的智慧就从这露出来了，没有老师他自己也流出来了，真是智慧。如果我们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有执着，有分别，这里面流出来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，流出来的是烦恼，啊，是知识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西方人的教学跟东方、跟中国、印度不一样，啊，西方人学知识，知识对老师不恭敬可以学到，智慧不行，因为智慧要跟真心相应，啊，知识跟妄心相应，妄心跟妄心行可以能够学得到，啊，乃至于许许多多今天的哲学家、科学家都是学知识，没有重视戒定慧啊，这个智慧是要靠戒定的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啊，这个是千万年不会改动的真理。啊，那么持戒，简单的讲就是守规矩。要守老师教的规矩，啊，我这一生31岁，跟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。啊，拜老师的时候，老师给我3个条件，那就是戒律。啊，第一条，我以前跟张家大师、跟方仲培先生所学的，不承认。啊，叫我要放下。啊，从今天起，跟李老师学。啊，第二条，听讲经只能听他一个人的，任何法师、大德居士经过台中，在这边讲演或者教学，不准听。第三个条件，从现在起你看的文字，无论是世间的
还是佛法的，佛法是这经典，没有经过他许可，不能看。三条戒律，我当时都呆了，完全接受，他才收我做学生呢。有一条不接受，他说你另外找高明，我教不了你。啊，好在我们还学了一点谦虚恭敬。啊，我沉默了大概三分钟，接受了。啊，接受之后，老师补充一句话：有时间性的，不是无限期的。有时间性的，啊，多长时间呢？五年。以后我们才明了啊，古时候五年学戒就是守这规矩啊，不是三规五戒，不是那个戒，就是这三条。啊，并不是李老师的专利，是古代师徒祖祖相传。啊，我这个那个时候没问呢，不晓得。啊，以后老师也过世了，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啊，演培法师在新加坡，我们是老朋友。啊，早年间他是台北善导寺的住持，那是我刚刚学佛，听他讲解。啊，所以就跟他很熟。啊，有一天我们聊天谈到这个故事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小时候，他是大概不到十岁出家的，是小沙弥，跟地贤老和尚，地贤老和尚也是给他这三条，啊，他没有听。啊，听到太虚法师在闽南，就是厦门，啊，开了一个闽南佛学院，他很羡慕，啊，偷偷的就溜了，就逃走了，跑到厦门去了，啊，跟太虚法师去了。我觉得很可惜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李老师跟这个。过去这些长老啊所说的是一桩事情啊，地贤老和尚说的一桩事情啊，在香港讲经的晚年讲经的谭虚法师，他是地贤和尚的学生啊，如果他要不离开，要遵守这五年学戒，我们相信他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师，啊，这个缘非常可惜，失掉了。啊，我们如果当年李老师提出这五条、这三条要不接受的话，就不可能有今天。很重要啊！啊，要接受老师的教诲。啊，老师要负完全责任，把你调教好。老师不能把你教好，对不起你。啊，我们自己不遵守规矩的时候，那是怪自己，不能怪老师。啊，现在这个老师没有了。啊，现在连像方东伟先生这个老师都没有了。啊，谁肯教你？我们对老师第一次见面，
啊，谈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我们就约定了，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每个星期天，啊，上午9:30到11:30，两个小时，给我上讲的上这堂课，啊，给我讲了一部《这修概论》。啊，五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，认识佛教，也认识宗教。啊，所以自己谦虚重要，恭敬重要。啊，老师约你见面，就是看看你老不老实，听不听话。啊，最重要是这个。啊，学了以后真干，把所学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真学到了。啊，随着佛法僧三宝，至于佛灭度后，住于世间者，称之为住持三宝。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，这一些弟子们啊，把佛陀的教法自己依照修行成就自己啊，有真果的，真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统统都有，有真果的，这是佛的正法时期。佛灭度之后500年，是佛的相法时期，没有那么纯了。正法时期依照规矩去做都能证果，证须陀洹也算是证果啊，净宗法门往生就是证果啊，不能往生，那得来生后世继续再干。要看因缘。啊，佛过世之后，我们造佛形象，木佛画像，佛报应。啊，木雕的，泥塑的。啊，画像都是佛宝，特别是现代现行的社会啊，印刷术发达啊，好的佛像我们都用照片照下来，然后把它放大印成佛像啊，可以随身携带，旅行也能够不间断啊，早晚佛像挂起来做早晚课啊，这是主持佛宝啊。法宝呢就是经典啊，三藏之文具啊，僧宝这是出家人剃发染衣
啊，受持戒律，依教奉行的，这是什么？所以名为宝者。为什么叫宝？啊，称为三宝。居宝性论，它有六个意思，这称为宝。第一个，世间稀有，这是真的。佛要不出世，这个世间哪来的三宝？一样都没有啊。啊，佛什么时候出世？一定有因缘，这个地区有众生能接受啊，能接受，能修行，能弘扬，度一切众生，佛就来了啊，佛菩萨就来了啊。总而言之，有这么多善根出现的人，佛住世间；没有善根福德的，佛不现身啊，至少不现三宝之身啊，实现一个好的国王、好的老师啊，像实现孔子的身份、孟子的身份啊、尧舜禹汤这些国王的身份，来帮助众生啊，也都是救苦救难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这稀有啊。第二呢，离垢，垢是染污啊。佛法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染污，心灵上的染污，身体染污没关系啊。啊，是叫身外之物啊，它是附带的，它不是主体，主体是心啊，妄心念头，它最容易被染污啊。我们修，开始修行就是修这个妄心，如何叫妄心离开染污啊，那就是顺境善缘啊，境界很好，很喜欢，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。怎么染污呢？你喜欢他被染污了，你爱他被染污了，你希望拥有他啊，不离开他，这都是染污啊。为什么？清净心里头没有一样东西，现在你有这么东西围绕，你的心不清净，被染污，被染污是凡夫，搞六道轮回啊。逆境环境不好，很恶劣啊，遇到的是恶人啊，冤亲债主啊，你被染污了。为什么染污呢？怨恨啊，甚至求离开，还要想报复，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，啊，生生世世纠缠不清，这些事情就在眼前，你只要留意，时时刻刻你都会看到啊，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，自己就在染污当中没离开啊。啊，佛教我们断烦恼啊，求菩提啊，烦恼是菩提的障碍，菩提是智慧，
有烦恼，智慧没有了，智慧现前，烦恼就不见了啊！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啊，目的是开慧啊，戒律是手段，目的是得定，定还是手段，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啊！你要不从戒定，慧不可能有啊！啊，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呀，因为你没有戒定啊，有戒定就会生智慧啊，智慧会把烦恼化解了。顺境善缘没有贪念的念头，没有啊，遇到逆境恶缘也不会起怨恨啊，这就功夫啊，是戒定慧的功夫啊，啊，功夫戒定的功夫越深，智慧也越深，智慧也越大，看得越清楚啊，你所看到的都变成自己的功德啊，这用这种功德就可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离垢。第三个势力啊，它有一股力量啊，无形的，这个力量帮助你断烦恼，帮助你证菩提。第四呢，能庄严世界啊，世界，这个世界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人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区磁场就不一样啊，啊，让人感到很舒适，庄严世界的啊，有佛菩萨住在这里，有阿罗汉住在这里啊。那么在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，我们相信在中国大陆名山宝刹啊，佛菩萨修行的道场很多啊，朝山的人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啊，到五台山三步一拜，像虚云老和尚，他47岁为报母恩许愿朝五台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妈妈，三步一拜，从普陀山拜到五台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到啊！啊，这3年当中有2次生病，病都很危险很严重啊，在什么呢，荒山旷野，附近村庄都没有啊，需要人救他了，不救他活不了啊！哎，遇到一个乞丐啊，这个乞丐救了他，乞丐讨饭来喂他，跟他住了1.5个月，一直到他身体调养好，可以再拜佛了。啊，乞丐走了。啊，第二次隔了9个月，第二次生病。又遇到这个乞丐啊，这个乞丐给他找药草啊，帮助他调理啊，1.5个月身体恢复了。老和尚问他救命恩人啊，
尊姓大名。他说他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文吉，乞丐。告诉他，说我就住在五台山，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。他就记住了，他拜到五台山，到处问人，有一个乞丐叫文吉，没人知道。一直拜到这个大雄宝殿，这很多出家人在一起，他向他们请教，其中有一个人说，那是文殊菩萨了，在恍然大悟。你看，你有劫难的时候，菩萨化身陪同他两次，将近一个多月，天天在一起，非常难得了。菩萨用应化身帮助他，完成他的孝心，完成他的心愿。这个四大名山，地藏菩萨在九华，文殊在五台，普贤在峨眉，观音在普陀，这些名山，我相信菩萨住在那里，阿罗汉住在那里更多。一般没有缘的人见不到。所以有人说，将来会有全球性的大灾难。哪个地方灾难比较轻一点呢？中国。中国有佛菩萨住在那边，沾佛菩萨的光所以比较起来会轻一些也就是比较起来，中国比外国安全我在国外有很多同学问我这些问题，哪里安全？我就告诉他，中国安全。他问我为什么？我是从逻辑上的分析。中国这个地区，千万年来，老祖宗都是修山积德。当我修山，积功累德了。中国人把老祖宗丢掉，不相信。顶多不过两百年了。老祖宗纵然是发脾气，打你几耳光，惩罚你一下，不会要你命的。像父母老师对待子弟学生，不会要你命的。那做错了惩罚，希望你回头。回头他就欢喜啊。这一点要知道。所以风水，这就属于风水绝对的真理。风水在人心呢，现在人心不好啊，两百年前的那些祖先，他们的心地好啊，善良啊。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人，没有虐待过人，没有征服过别人，这历史上找不到而且中国人度量很大，能包容你得罪他，他会原谅你，他不跟你计较不是记恨在身的天天想报复，中国没有。
啊，所以有些外国学人、高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非常赞叹，啊，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啊，外国人听得不服啊。但是现在慢慢他们相信了。啊，为什么？科学将走到尽头了。啊，不断在往前提升的时候，副作用太大了。会带给全世界一切众生存亡的危机，这个太可怕了啊！所以哪个地方最安全？中国这块大地最安全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在中国选择香港啊，作为我念佛往生的处所啊，我不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年岁这么大了。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无最上的意思，没有超过三宝，三宝的确功德无量无边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人王。他不是思想家，他是教师、老师，他不做人王，他不做天王，他用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界。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，而且身行言教，他所教的他做到了。啊，三皈依他做到了，无戒他做到了，十善他做到了，沙弥律仪他做到了，小乘三千威仪他做到了，大乘八万细行他也做到了，最好的榜样啊，最上的实现了，最后一个不变。为什么？他从真心流出，永恒不变，经典所讲的道理，3000年前好，现在还是好，3000年之后它也不会变质，都能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帮助人离苦得乐。啊，它不是假的，所以有这六个意思啊，这六个意思。宝训论上说的啊，下面有佛者知觉之意啊，什么叫佛？佛是觉悟的人，佛是有智慧的人啊，真能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，他是个教育家，他的身份是老师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啊，法呢？法轨之意，啊，法是人生所旅行的大道啊，这是个轨道啊，我们循着这个轨道。可以达到目的地，这个目的地是我们的愿望，
是我们的言行啊，是我们的念头啊，能够依照佛陀教诲的，必定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最八万四千法门最方便的法门，最简单的法门，无过于念佛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啊，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，每个人都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的啊，其他法门难，靠自己，这个法门完全靠阿弥陀佛啊，靠定了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食言，不会妄语啊，他说话负责任啊，必定能帮助我们，带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。生呢，和合之意啊，所以叫和合僧团呐、啊，啊，修六合。啊，这个六合就是见合同解啊，这是第一条，我们的看法想法是一致的，怎么来统一呢？经教我们依照这一部经，大家共同学习这一部经，我们看法想法都相同啊，就不会闹意见了啊，不和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执着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看法啊，彼此不能相让啊，这就引起斗争了啊，所以和的基础，和的根本就是看法想法要相同。你看修净土我们一个目标，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我们每天所想的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我们有问题不能解决的就这部经典啊，这部经典常常读诵啊，读诵的时候不要求解义，什么意思不管它，我只是念得清楚，没有念错字，没有念漏掉啊，要念多少时间呢？真正要产生效果，一天需要念十个小时啊，初学的人念一遍大概要两个小时，十个小时念五遍，一年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就念一遍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十个小时念十遍，两年之后啊，大概半个小时念一遍，那你一天念二十遍，念足十个小时。那为什么？心跟佛相应呢？好啊，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心，你怎么能不往生？肯定得生啊！所以见惑同解啊。下面五条是四啊，第一个戒和同修要守规矩啊，净土宗的同修，早年我在美国啊，成立第一个净宗学院啊，学会净宗学会啊，这个是黄念祖老居士教我的，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、啊、在中国大陆没有建成、啊、所以希望我在外国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讲经
啊，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净宗学会。啊，许早年我在美国、加拿大，总共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。啊，美国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。我们第一个是加拿大温哥华，啊，第二个是美国净宗学会，啊，在圣何西，靠近旧金山。啊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行门就是戒律，五个科目，啊，第一个净业三福，第二个六合敬，第三个戒定慧三修，第四个六波罗蜜六度，第五个普贤十愿，啊，戒律这么多够了就行了，啊，真正能把这五科落实，这个僧团是活活僧团，啊，戒呢也就是我说的这五门，啊，通通落实，通通做到。啊，起心动念想一想，跟五科有没有违背？违背了不可以。啊，不违背就好好修。啊，下面生活同住。啊，我们住在一个道场，口和无争。啊，我们只听到念佛的声音，没有听到争论。啊，异火同悦，法喜充满。最后一条是利火同均，啊，十方的供养，大家平等，没有哪个多哪个少。啊，这一条就是共产主义。啊，这是说物质享受是平等，每人都有份。啊，所以戒律要遵守啊，守这六条啊，这是活活僧团了。世界上有一个活活僧团出现，全世界人都受到佛菩萨护法神的保佑，你就晓得这个活活僧团功德多大啊，能帮助多少人减轻灾害啊！啊，佛法的威神不可思议。恭敬三宝，庆仰其德也。啊，这是无比的恭敬，用真诚心。啊，仰慕出家人的德行。啊，就是这五桩事情五科，就非常难得了。啊，出家人真正修这五科，社会灾难就没有了，啊，人心就平了，啊，太平盛世就出现了，过去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，啊，奉这个意思尊崇奉养，四臣侍啊，侍奉臣侍侍奉，奉侍者敬仰佛事，对父母要尽心的，对老师也不例外啊，
这个封寺的意思下面说，敬仰佛师也，师教我一道者。啊，长德行高，或者是辈分高，或者是年岁高过我的，都应该以老师来看待。啊，对待老师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老人。行安大师劝发菩提行文里头有一段说，若无世间师长，则不知礼义也。没人教你啊，礼义什么？无常啊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中国人老祖宗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标准。什么是中国人？中国人是什么样子？中国人知礼啊，中国人仁慈啊，中国人讲义啊。义是什么？义是随顺大自然的法则啊，不能违背也啊。像种植春生，春天播种啊，夏天长成啊，秋天收割啊，春夏秋冬啊，这大自然的规则啊，什么时候该播种，什么时候该插苗啊，什么时候收成，不能错过时机。处事待人接物都有规律啊，这个规律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，不违背伦理道德，不违背因果，不违背圣贤教诲，这就对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老师教的啊。那么若无出世师长，则不解佛法啊，不知礼义，是同于异类，跟畜生没有两样。不解佛法了，则何异于俗人？是俗人不懂佛法啊，起心动念都在造轮回业。你看他将来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多苦啊，太苦了。所以师长的恩重啊，故应奉师啊。奉师师长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啊，他的教诲常常记住，不能违背啊。要把师长的教诲落实在生活，我真用上了啊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待人接物，真受用了啊，才知道师长恩重。又密宗以恭敬上师为根本戒啊，密宗对于师长特别尊重。为什么？师长是直接教你的人啊，佛菩萨那是久远，不是先前教你的啊，他留下来的经典经论老师教导我们啊，所以老师是根本戒，恭敬上师是根本戒啊。又为这密宗说的，一切供养功德中，供养上师最为甚，可见奉师师长实为修行要务啊。啊，修行人不懂得尊重老师，白修了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
慧疏云：“此中就是指奉祀师长，含摄孝养父母之举。”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奉祀师长、孝养父母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孝养父母里头有奉祀师长，奉祀师长里面有孝养父母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师者，出师大本呐、啊。父母世间福田，菩萨必须恭敬奉师故啊。此说亦有据，有根据，如《观经》说的：“孝养父母，奉祀师长。”就是敬业三福第一条啊，下面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下面是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啊，虚妄不实，不诚实，不老实。那为真呢？乍现假象啊，这要有修养，能看破。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禅者令也，八戒人啊，逢迎仁义而突其言。傲于奉承啊，他不是真心，他是有目的的，有求于你啊，他才这样做法啊。无求于你的时候，他功高过慢了，目中无人了，那是他的本来面目啊。这个都是现前社会，无论国内国外，到处都能看到的啊。曲就是不知，妄是邪也啊，无有虚伪，谄伪谄曲则心断之无过啊啊，那时候我们没有虚伪，没有谄伪，没有谄曲，心端正，没有过失。如净严书所说的：“无有虚伪谄曲之心”，说明立心故啊。身口意三业，这是意业啊，意业的过失我们能够远离，这就很难得。赵公孙赵大师啊，他的注解里头说：“执心者，为智之无产，此心乃是万心之本也。”这一句话重要。无论是法佛法，就是讲要用真心，真心是万恨之本啊。这是僧肇大师啊，他是以智执无产之心为万恨之本，于智切要未可获也。这两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劝我们的啊。赵公的话说得非常好啊，真心是万恨之本啊，完全要用智执，没有谄曲，用这个心做学问啊。这中国传统文化
要用这个心，学佛要用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心，学佛学儒都学不懂啊，这个要用真的，跟西方的学术完全不一样啊，西方学术这些虚伪他也能得，因为西方所得到的这些科学技术通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只有佛法啊，佛法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只有心性，只有伦理道德是真的啊，圣贤教诲是真的，他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那些人不欺骗我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